有一天，家母正要过十字路，有一位小姐来问她说，澄清湖怎么去？家母就告诉了她，她听完就走了。然后又有一位妇人过来说，那位小姐刚才在那边吃面，竟然拿给人家1000元，不要找钱耶，还叫人家带他去跳舞。他爸爸原来是台南大工厂的老板，自从被倒了900万以后，这个女孩子好像受了刺激，精神有点不正常。欧巴桑，我们可以带她去跳舞，她会给我们很多钱耶，反正她钱都乱花。带我的马上告诉他说，我从来不去那种地方，也不愿意这位女孩子去。听你这样说来，我倒想带她去听师父讲佛法。说着说着，那位女孩子又走过来，疯疯癫癫地说，啊，带我去跳舞，我会给你很多钱哎，钱花完了，我爸爸会再给我。然后他就打开皮包，赫然里面有一大堆的钞票。家母看了，马上就帮他把皮包盖起来，说，小姐，财不露白，假如引起人家的贪心，可能会害了你，你绝收好，不要去跳舞，那个地方不适合女孩子去。另外那位妇人就说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带她去跳舞，她给你钱，你也可以送去孤儿院或是养老院救济贫困啊。家母说，绝对不能用这样得来的钱去布施啊。又转头跟小姐说，小姐，我想带你去听师父讲佛法，去佛寺里跟师父谈一谈。另外那位妇人就说，好嘛，那我们就带她去佛寺啊。可是那位小姐表情却突然改变了，也许他一转身招来一辆在旁边的计程车就走了。那位妇人气得一直在那里跺脚。家母看到那位小姐突然上车去，心里很忏悔，自己没有很积极带她去听佛法，又担心小姐的安全，于是就站在路上的安全岛，虔诚地求佛加倍，加倍这位女孩子不要遇到坏人，加倍那位司机能够善良地管理保护她，加倍她离苦得乐。她老人家就这样站在安全岛上合掌念佛祈求良久，但是心中还是非常沉重。后来家母回家遇到大楼的管理员，就向他忏悔，自己刚才没有很快很积极地带那位女孩子去听佛法，万一他遭遇什么不测，自己也有过错。没想到管理员听了告诉他说，你遇到金光党了，那位小姐妇人喊计程车司机都是一党的，幸好你没有金光党。其实人都是被自己的贪心、愤怒
愚痴所欺骗。假如自己不起贪心，不起嗔恚愚痴，又有谁能骗我们呢？家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金光的，她一直念佛为他们回向。假如他们知道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每天默默地念佛，求佛护佑他们，也许不来听佛法吧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会一时糊涂走错了路，都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假如能够一念回心，诚恳回心念佛，即使今天是金光党，也能进入佛陀慈悲的光明中。这个社会的混乱与动荡，我们每一位学佛的人责任，假如我们能够燃起自己心中的灯，哪怕只是小小的一盏，也能够照亮一段黑暗的小路。佛陀、师父们、老师们，用他们的火点亮我们的灯，但愿我们能够灯灯相传，绵绵无尽。